在干嘛呀？我在回复叔叔阿姨他们的评论。哦，我给你拿个好东西，你要不要？你最近辛苦了。哎呀，你这么冷的，你怎么早上穿这么少门嘞？不冷啊。好，那你去拿吧。你看，妞妞也是越长大越懂事了哈。现在他说我这两天辛苦了，又去给我拿个好东西，可能是零食啊。因为以前吧，他小的时候我喜欢给他买零食。然后他现在慢慢长大了，他可能看我这两天在打包嘛，他说他去给我拿个东西奖励我一下。现在真的心里好舒服。哇，当当当，这是什么妞？牛排呀。牛排呀。啊，一个奶奶给我寄的。哦，你自己吃吧。我刚才吃过了。你吃过了。哇塞，你真的好哦，谢谢妞妞哈。你太懂事了，有点舍不得吃哎。你吃了没有？你吃。吃了。你吃了。嗯。这拿给我吃。你吃完了，把叉子给我吧。你进哪里啊？叫爸爸。叫爸爸。爸爸。你进哪里？拿手机给妈妈。拿手机来。那你进哪里哟？你进哪里哟？你要进哪里哟？快去叫爸爸拿钥匙，钥匙按击这样才可以啊。去叫爸爸，快点。在哪里去哦？猫猫啊，弟弟怎么走路的？啊？弟弟这样走路啊？弟弟怎么赖哭？弟弟怎么赖哭？这样啊？弟弟这样走路啊？嗯，给妈妈拿啊。你看他学小丫丫走路，哪里像你这样走啊？弟弟怎么赖哭的？不学了，不学了，走好一点。跳个舞给妈妈看，跳个舞。来尿怎么拉？怎么拉尿尿？拉不拉？现在拉不拉？在哪里？小手拜拜，大头在哪里？
小手拜拜，牛牛在哪里？小手拜拜，鼻子在哪里？小手拜拜，眼睛在哪里？小手拜拜，屁屁在哪里？耶！看看看！哦，妈妈给你，妈妈给你，来，今天妈没时间，我让妈就是休息一下，去外面农家菜场炒几个菜。好辣！我尝尝，我赶紧回答。这个是牛肉哎。那牛肉都是，好吧，过年了，没事。别来人，这东西打个吧，好像。黄瓜打个吧。不辣，不辣。那不是了，我就只能玩这菜。哎呦，我应该不行。黄瓜我吃的少，我吃的。你们觉得怎么样？明天你又来吧，啊，今天老牙白哈。啊，我拿去吃。那个你们三姐妹，你们三姐妹吃那个鸡蛋，用什么来拿的？你看，还要吃姐姐的块。我不吃，妈妈给你做馒头。啊，我来，我这个。该到是姓谁？该到是我。我媳妇。姓啥？姓老爷。嗯，该到是大。啊，领导，爸爸就不，那就是。哎，你们欢迎进来啊！你搞的。哦，那个么子，就不是那个分队的，见那个英国不？今天我用积分兑了一件王老吉。那是不？他说没东西吃，吃不赢。啊，来，妈妈的，怎么吃？还吃姐姐的块，跟他吃噻。哎呀，那你吃。姐姐不要管他，自己是喜欢吃个馒头，晚上别的他就吃饭，好香。我不吃。现在9点钟多，我吃饭才香。干，我饭不会单一吃味。那吃啊，这牛肉多吃点啊。嗯。你想明天让他喂牛肉？不用炼奶，还有那么一大碗的牛肉。不要拿了，好像那个是不要了，不用。嗯，不要。泡椒煮的，泡椒煮的。好，干杯！干杯！找到，找到，干杯！找到，干杯！公司不忙的，我喝了。你不要啊！你吃饭还吃快点。快点点嘛！干杯！你别说，像丫丫说的，偶尔吃外面还可以啊。嗯。今天吃不行啊，今天吃你觉得不好吃。嗯。今天吃都没有肉。明天吃也好吃，休息啊。哈哈哈哈哈。对。爷爷说了实话。今天吃啊，以前不行，天天吃也确实不好吃。嗯。哎，这包菜炒的分量有点少。哈哈。那就可以多分了。下次叫他炒大份的。那有大份，有小份的。我吃牛肉，你吃啥？嗯，吃啥啊？我喝那个大骨汤。我喝汤面。你别跑！你吃啥呀？